欢迎收看本期的娱乐资讯。随着社会的发展，人们的生活条件也逐渐提高，现在很多人年轻的时候拼命的赚钱，事业有成的时候却没有女朋友。虽然说现在相亲比较流行，但是真正走到一起的少之又少，以至于很多人选择了网恋。现在社会上的网恋现象越来越明显，在涂磊主持的节目中发生了这样的事情。一个男孩子来节目上给自己的网恋女友告白，女友叫玉藻，因为女友很多次拒绝不见他，所以男孩想通过节目组联系女孩，让女孩见他。镜头一转，当大门打开的时候，一个黑影就走了过来，走到灯光下一看，却是男孩。看到男孩后，涂磊都懵了。紧接着男孩说，我就是玉藻，我比较喜欢 cosplay， 女孩就是我 cosplay 出来的。对此小伙伴们怎么看待网恋这件事？感谢观看，本视频素材来源于网络，由卓别你不笑剪辑配音制作完成。想看更多视频请关注我们。